你不做好，你就赖在哥哥身上啊、大乱斗里面又出现，你也看一下东东，你看他，他卡得多好。所以利欧路是战斗型的吗？格斗属性。啊，等等耶，等等耶，是个声音是。刚睡醒的东东，懒洋洋的。哥哥，你人家嘛，你帮他拍啥、啊？东东拍手。哥哥拍手。想被哥哥收服是吗？哈哈哈哈哈！小智的新伙伴，收服了有点顽固的利欧路，小智将继续挑战宝可梦世界锦标赛，努力向前迈进。哎呀，哎呀，妹妹。